IOWGCA 是为了执行国际这个绿色公务，这个需要接受 IOWGCA 各领域国际专家的培训后，经过考试才能获得正式的教育证书和国际资格证，才能够授予 IOWGCA 成员的资格。那么这里面呢是经过一系列的要求的，首先是资料审查，国际典型标准在这里面呢。国际典型标准比较突，就是典型的一点，最要的是什么呢？在国内什么5年无犯罪证明，对吧？在这个国内没有这个伪劣行为等等，它就这个叫国际典型标准啊。资料审查是你这个国家相应的资料，它都会作为相应的这个监督检查的。第二个，相关地区的面试，比如在中国的话啊。到在中国的相关总部，比如说我在甘肃呢，就到甘肃总部啊；北京就叫北京总部，然后像我们天津就到天津总部，在那里面去进行面试。然后呢，这个对我们你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人生态度啊这些方面都有个了解以后，因为做咱们国际机构的事情嘛，毕竟是对全人类负责的啊。所以，这个人的状态也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才行。三呢，IOWGCA 各领域啊，这个各领域这个培训的这个各领域教育培训啊，这落了一个"育"字，各领域教育培训通过最终的评价后，授予各领域的工作资格。各领域就是指你是这就是常用的那方面，比如说我适合我原来做过老师教师，那你就做国际。教师方面的这个工作啊，这样的。然后呢，第四是 IOWC 员工啊，进行任命并予授予资格，经过全程的培训啊，满足 IOWGCA 需要的条件，根据最高理事会会议结果啊，授予 IOWGCA 任命状和资格证。到时候呢，我们就会给让您做国际公务的一些工作证啊、名片呢、啊。受任命书啊，对吧？工作证这些东西，然后开始执行国际公务，但是第六点呢是每年啊要接受2次以上必要的教育课程，啊，这方面就容易达到了。只要自己看了这里面内容啊，只要自己想要做，啊，基本上没有卡壳的地方啊，都可以行。那么咱们看一下教育的对象，第一，这个这个那个34个这个省级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包括我们这个叫3000个，就是二线、三线城市都加起来啊，这个范围内都可以，也就在中国范围内都可以的。第二，教育期间，事前教育大概3周左右，事前教育啊就是上网站了解，然后对我们的现有资料进行了解。啊，这个叫事前教育啊，事前教育。然后呢，想在我们国际机构成为学士啊，学士就是我们大学生一般都发学士证嘛，就是大学级别的，必须在这里面呢要学1年啊，并且呢发放学生卡，然后经过线上线下的学习，在我们国际机构学习1年以后，会给你我们国际组织的学士这个证书。这个1年过去以后啊，过去以后再用2年时间达到国际这个硕士学位，就国际组织的硕士学位，同样需要2年的线上线下这个学习时间。3年过去以后，再需要2年半啊，一共大概需要是5年半的时间，可以达到我们国际组织啊这个绿色博士的这个称号啊，在这个2年半当中。也是一样，发放学生卡，然后经过线上线下的学习，也就是说，像部队里面，这个军衔长是一样的吧？刚进去是士兵，然后慢慢的什么少尉、中尉、上尉，这个差不多。只要是你的这个年头在了，在我们这儿学习到位了啊，这会儿这个证明啊是给您发放的啊，给您发放的。咱们看一下，了解这么一个名称，IOWGCA 世界知识产权管理师啊，世界知识产权管理师呢叫 WIPM 啊，
前面是 IOWC，是咱们国际组织内的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这个内容太多了，咱们就看我红色标的那个部分啊。如果在我们这个获得我们这个资格之后啊，在我们 IOW 你看 I 取得 IGC 及 IOWC 气候环境宪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在全世界国家或地区为 IOWGCA 目的事业而设立的国际资格证，啊，它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整体宪法里面所有的项目啊，包括啊国际货币基金啊这方面的摄入方面啊都会有的。然后在这里面大家看一下这个 IGC 分类代码啊，认证的全球所有领域 IGC 国际绿色商品、技术服务、企业国际知识这个资产资质评估啊 ，IGC， 各领域硕士以及以上机构推荐，在 IGC 国际验证师全领域挖掘和教育，涉及整个社会的国际资格、国际经验证明、国际学位，对国际绿色技术产品在国际绿色产品交易所进行交易啊，全球出口。进口的管理业务，各国相关机构、各总部的 CCGI 机构进行 GGG 公务。这个咱们学那个英文的时候学过，对吧 ？GGG 就是指全球绿色企业的意思，管理所有绿色企业，并在相应的 IGC 企业内部认证范围内面向全球各国执行公务。啊，这点大家应该这个有个了解。咱们。比如说我是这个河北省的什么这个总部啊，业务不仅局限在你那个省内的啊这个业务范围啊，在国际上，你说我要去其他国家去做也都可以的，其他国家的业务也可以往这个也可以去这个进行公务的啊，对履行职责的机关、企业、国民可以支援国际机构啊，包括国际协会。法呢，进行监察公务，因为我们这个宪法里面规定的内容跟世界法，都基本相同啊，都包含在内，所以呢，可以在国际上进行监察的公务啊，尤其是像环保这样的大类的项目，我们都可以做的。然后咱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看红字啊，红色的那个部分，取得 IOWGCA 教育结业证和国际资格证后，执行国际和国内的管理业务。在这个国际资那个您的教育证和资格证啊，大家后面看一下，必须获得 apostille 认证啊，这个是指当就是你那个当地的那个大使馆。司法部、外交部都既要进行盖章认证公证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国际资格是指你这个国家也都认可的，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这个 apostille 的这个认证，在国际上才是认可。如果没有这些，包括你本国的外交部、司法部认可，你这个公务也不能做。但是这个呢，都是由我们国际组织来替你完成的，这点大家这个。放心啊，是我们国际组织批完的，不是你要拿着资料去到那些部门去审批。然后 IGCM 大家听说这个听过是吧？这是验证就是认证部门的管理师，认证部分的管理师。那么我们在这里大致分为什么线上线下啊，公证领域的运作方式与 IOWGC IGC 认证领域相同，只不过呢，他把这个分成几大类，好像。国际类的国际管理师，我们管它叫 IGCM。如果在你这个，比如说在国内的管理师呢，叫NGCM。按照区域，就是哪个省的，对吧？哪个省的管理师呢，就是 CGCM。就是 IGCM 是指的是国际上的这个管理师，然后呢，每个地方都得有一个做这样工作的人，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国家还有地区啊这么一个分别。其实总体来说都是叫管理师的啊，只不过按照行政区域的还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啊这个区别。
最终呢，IOW 及其这个教育课程进修结束后，接受的文件必须是各教育机构执行委员会决议完成的文件。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做任命之前，必须要参与这个教育课程的。啊，打个比方说，就像这次一样，这次呢，咱们弄完以后还要这个笔试啊，笔试进行考试的。如果填完，然后呢，这个教育机构的人员确定你参加了这次内容，也经过了考试合格之后，才把你的资料、结业证啊、资格证啊，会递交到那个国际总部。国际总部看到这些，才给你颁发所相应的这个证书的。如果你要没参加、没考试、没通过教育，这个呢，如果要是就像出勤表一样啊，没有的话，你那个证书也下不来。国际世界总部啊，它是不给予审批的啊，不给审批。已接收的这个文件，今后如需境外活动，在这里大家这个请注意好啊，注意听好这个地方。已接收的文件如果需境外活动，申请单独出差命令书时，根据 IOW 这些规定规范、推荐等 IOW 的工作程序，将获得国际公证及司法部，包括 Apostille 就是那个认证那个公证，对吧？加上我们的外交领事，这些许可都办完了，您才可以做这个出国的这个手续。那么这个手续呢，大家应该要明白，我要的业务要出到国外去的时候，向咱们国际总部申请，国际总部呢就通过下面一系列的公证认证之后，会颁发我们国际组织单独的这个叫这个护照。这个护照呢都已经设计出来了啊，非常漂亮。这个护照呢，我们自己做完以后，在各个国家进行登记就可以。像咱们国内也是登记，这个护照也是管用的，因为咱们已经认可了咱们这个国际组织的宪法了嘛，对吧？所以它的登记完之后，它就有一个特殊的就是国际公务员的护照。这个呢，就有很多的优势了。这个过后咱们再聊啊。这个一过后的这个优势非常的强，一般人拿不到的，只有我们国际组织才可以拿得到。三呢，要想成为 IOWGCA，这个是 WIPM，刚才我说了，这世界知，对吧？世界知识产权管理师讲师的时候，在被任命 IOWGCA 正式公务员后才可以申请啊，连公务员都不是，这个讲师你是申请不了的，还必须通过额外的培训才能获得讲师资格。第四，所有的 IOWGCA 这个知识产权管理师培训，可以在每个教育机构至少5人以上的情况下进行，就是每个教育机构就是指，比如说省以省为单位要申请这个讲师的人，如果要在5人以上的时候才可以进行，单独一个人这个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的。第五呢，IOWGCA 按各州和这个 R。这个并 D 呀，是最高理事会的意思啊。按世界各大洲，然后最高理事会12个代表部，然后14个全球总部，72个资源总部，将负责教育机构的教育计划书、教育费用、执行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及协议等文件的这个提交这些文件的提交是谁呢？是经过我们。刚才我说了，这个海牙认证对吧？Apostille 检察官进行验证之后，由接收机构提交最高理事会审批，才能得到批准，然后再进行这个知识产权管理师讲师的工作这个意思。教育时间和内容呢，一般咱们分为叫120个小时。90小时呢是在线和预培训，就是在自己了解国际机构的这个时间，加上12小时的线下出勤培训其实这次要不是疫情的话，就是在线下完成培训了按照每天4小时计算大概要3天。线下教育
12小时，在这里面分为什么呢？第一天了解 ILWGCA 大概4小时，然后第二天了解我们 ILWGCA IGC 的一些业务，就是验证认证所有的那个业务，一般要需要4小时。第三天 IGC 国际标准绿色验证课程教育，包括进出口工作指南、期末考试等等，加在一起呢，一共需要12个小时。这是我们一个标准的培训时间啊。然后 ILWGCA IGCM 资格教育培训，就是对于我们认证流程的这个管理师，对整个认证验证的流程进行管理的国际公务员呢，是这样的：取得资格后执行的业务啊，执行什么样的业务呢？IGC 国际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企业的发掘，就是寻找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企业，这么理解就行了啊。就是您了解哪个行业，就找哪个行业的就是绿色技术啊就可以了。IGC 国际绿色技术及产品验证及认证这个流程的资源工作啊，这中间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资料？这都我们详细了解完之后，我们去这个找到绿色产品技术啊，企业啊这样的时候，向他索要需要的那些文件啊，索要这些我们国际机构需要的文件。对负责的 IGC 国际标准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企业进行管理资源，我开发了一个、两个、三个，多了以后呢，把这些申请的这个绿色项目都进行管理，比如说管理产品的人管理产品，管理技术的人专门管理技术，啊是这样。对 IGC 国际标准绿色认证产品的进出口流程，交易所挂牌，啊也就是说我们验证认证以后的产品，如果我们的商品交易所不是期货交易所啊，商品交易所一旦成立，只要验证认证过后的产品都可以在我们那个绿色商品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那么如何交易呢？这里面就需要一些交接啊，包括需要的那个流程啊，这个都要进行学习的。包括国际绿色基金桥梁，这个国际基金桥梁啊，是我们国际上有大的什么项目，然后呢，通过我们国际组织，以国际组织的名义，然后用我们的绿色基金来进行做这个项目，项目的投入等等，大家都知道，过后啊，我们把期货交易所、商品交易所一旦成立，它的收益是非常大的。那么有那么多收益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在贫穷国家或者需要绿色建设的国家进行投资，然后呢，管理收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运营的。所以，我们这个国际组织今后有很多的国际项目都会在我们这里进行合作的啊。咱们这里全面资源和管理，然后国际公共事务的跨境资源和管理也都是由我们这里完成。IOWGCA 就是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管理者，是在每个领域、每个国家都可以进行发掘，发掘完以后呢，我们来管理，然后再对全世界进行服务。这样成了我们的公务员之后，这个是一个是授权书，一个是任命书。我们国际组织一旦承认你成为国际公务员之后，刚才说了，学习、培训这个都结束之后，就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授权书和这个任命书啊。然后呢，这里上面这是名片啊，您申请什么样的位置的工作，名片我们设计好，然后印好之后发给你。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作证啊，工作证你是说我要做这个验证师啊，还是认证师啊，还是我在商品交易，比如说我商品交易这方面比较长项，那我就商品交易议长啊等等。下面有72个资源机构呢，在那里面你选，我要当这个议长，当这个当这个委员长，这个都可以。当然了，得经过面试，合格以后，毕业这个完成了，学习、结业这些都完成了。总部就会给你颁发这个国际，这个工作证啊，国际工作证。
拿这个工作证呢，可以到这个你在所在的区域、国家都可以进行运作啊。这个呢，因为我是2015年就开始做这国际机构嘛，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了，所以国际组织这个咱们的总议长啊，就给了我这个国际组织博士的学位。我在正常的学业呢没有博士毕业，但是在国际组织当中拿到了这个博士的学位啊，我自己也感到挺欣慰的。大家如果坚持个6年，也可以拿到这个证书。好，这个课程呢就到这儿结束。还有两个，过一会儿再弄吧，还是直接都来好呀？的，休息10分钟，休休息息十10分分钟钟，吧，好吧？哎哎哎。还叫小维你打听啊，这个休息的时候给大家。我现在说话呢，他们都能听见吧？然后在那个房子这里，刚才证书大家都看了啊。如果获取到国际公务员的时候，都能拿到这样的证书。这个证书是非常严格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陶毅议长，那个他是哈尔滨黑龙江的啊，是他的证书做一个借鉴啊。我手里拿的这些文件，就是刚才我们沈议长所谈到的，这些工作是总部来做，包括东北亚总部和世界总部来做的，不是大家去做的。那么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部、外交部各个国家的领事馆认证。这些文件全部都是总部来做，不是我们来做。那么各个省的一把手，今天我拿出来这些文件，9套文件，每套都是各个省给你们各个省准备的，已经认证完毕。这都是我们国际机构最高理事会所做的工作。那每套。一个省，这是九本有370套文件啊，所有的文件都经过我公证，没有这个是不可以的。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等着休息10分钟之后，好好再听一下沈议长讲解，最后我再跟大家说一声，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次虽然是开卷考试。很重要，我会通知所有的议长们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闭卷考试。很快，这个流程就要下来，请大家注意啊。要简单说一下，先大家先休息一下。这些文件来得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谢谢。这你看，这个只有总部能做到，我们做不到，任何人做不到这个。你看这个啊，这个九本呢，就是每个省，虽然这是一本，这个九本是。这个370套里面装载的370套里面那个文件，现在都在这里面都放。我只不过就是拿出来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给各个省准备好的文件。比如说河北省，像咱们这个地方，它就有这个一整套的这个国际文件放在这里。将来以后跟政府对接啊，跟各个县市对接啊。都需要拿这个文件。
你把那个言语庭那个声音打都给打开声音，全都打开吗？啊，在哪？严主席，能不能听见？你把声音打开，声音打开。这回呢？好了，好了，我的声音也打开了。好，喂，郭院长，看到了。是啊，我的声音刚才都关住，现在我打开一个，我跟你讲两句啊。上课上得很好啊。好的，说吧，我们总一档还对，是所有不的一是档说三那部个分？我们国际公务员，你不是研给究我们一办张，好吗？别到行，研究一张，韩亮，哎，你好，你好，你好，别这样军打个哟，招呼。哎，你好，啊，你好，总工一长，长，总你一长好，好，我见到你很总高哥兴好，啊。哎呀，好，很你难得。啊，辛苦了，对，不是你辛苦，你辛苦了，我们盯着。辛苦了啊，听得很好清的，楚。对，好嘞，好嘞。谁？沈在华局长。哎，你这个国际联盟合作手册有吧？这不现在要讲吗？对，完了之后，特别是那个，特别这个国际手册，严主席你要好好听，这是哦，讲解国际产业联盟的问题啊。好。研究哈尔滨총부이장아챙칸배짱중요这个非常重要。잘했습니까심 의장님 말 예? 심 의장님 내가 말 잘했어요 예, 표준입니다. 他说他说的汉语标不标准？标准。说说的汉语还可以吧，我们都听得懂。可以，对，동말이양거다알아들수있알아들수있답니다. 땡큐. 심장님 잘했어요, 아주 심장님도 완전 잘했어요. 내가 자료 벌써 이미 와서 전다 올려놨어요. 전부 다. 예, 他说刚才录音的资料都已经在国际网站上都已经公布了都。吕议长。那个严议长啊，哎，你好，别你的那好。个这个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这个呀，我把那里面重要的部分给提出来了，我没全讲，就把重要的部分呢讲一讲，不知道讲的好不好啊？不错的地方你给我纠正过来。我那谁那个那那谁还没讲。那个那谁谁咋那谁你讲我死都听着呢，我们的刘润强主席讲两句啊。行，好，是，声音打开。谁那个是刘强啊？对，把静音，对，好嘞，通了。一直在听课，也听到总议长的声音了，也听到了沈在华议长的这个讲课，这才知道这个我们对包括宪法的学习，包括今天公务员的学习，这个如梦初醒啊！我们才觉得这个国际组织在这个李总议长领导下，真是非常非常伟大，不知道是一个这样的组织这么神圣。我们决定好好做，把这个组织所有的东西能推向世界。我觉得这个在总议长领导下和郭总议长领导下，应该会做得会很好。我们希望20大以后，希望你们进军中国的时候，在中国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发挥。包括我们把对俄罗斯啊、乌兹克的我对俄这块整个独联体国家上合组织，我们都把它团结起来，也算我们国际组织成员之一。这个世界下一步怎么样，我也不好说。我们希望都变成我们的成员，好好。再一张翻一下。오늘
그러면 교육 내용 다 듣고 그다음에 우리 국제기구 어떻게 운영한다는 거다 려야 했답니다. 이래 위대한 그 사업 자기 끝까지 하고 그리고 지금 총이사장 영도 하에서 그다음에 고인롱 이사님 영도 하에서 자 이제 끝까지 우리 국제기구 사업을 계속 운영하고. 이제 중국 20대 대회 끝나가지고 세계 총부 중국 오기를 바라고 중국 여기 오면 더 크게 발전할 수 있게끔 자기 희망한답니다. 그리고 이제 러시아 그 방면에 자기 그 관계했으니까 이제 러시아보다도 옆에 유럽 모든 나라에 다 우리 기구에 들어오게끔 자기 노력하겠답니다. 팀플러 리장 董事长好，董事长好，期待你尽快来哈尔滨。빠른 시간에 할빈 시간 있으면 오시랍니다. 감사합니다. 아까 회장 가시. 특히 오른쪽도 좋아합니다. 把声音打开，只要打开讲讲话，谁就可以说。哈尔滨冰灯出差，哈尔滨冰灯，非常好，非常好，맞죠？哈尔예 맞습니다. 哈尔滨冰灯非常好，非常漂亮。冰灯非常漂亮，冰雪它也是世界的冰雪，世界的冰孙大亮，孙局长，听见了吗？그 할빈 빙덩이가 세계적으로 다 유명한 거랍니다. 항목이랍니다. 好，很好。我们很想把哈尔滨的冰灯技术、冰灯的这个规则，通过这个我们自己的绿色机构的这个制定的标准，把它向全世界推广，这已经在进行中。 할빈 빙동 지금 그 운영하는 규칙이랑 우리 국제기구 운영하는 그 항목에라 이어가지고 전 세계적으로 밀고 나가겠다는 공작 벌써 시작했답니다. 최고의 겁니다. 세계에서 세계 최고입니다. 다소 肯定会成为 세계 最好的一个项目，对。 现在正在把元宇宙，和我们这个氢的能源啊，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学习的氢能源，还有 5G 的技术和 AR 和这个冰雪电竞和冰雪的这个娱乐，布置到一起，向中国先推广完了。이제 원우주하고 그다음 빙등하고 그다음 무기 방면에 높은 기술하고 자기 손에 지금 다 운영하고 있답니다. 이제 우리 국제기구로 해서 전 세계적으로 나가게끔 한답니다. 나 아우더 那个陈振华局长，我跟你那个董事长哎，我们黄继波哪儿呢？我你见我没看到？等一会儿啊，我看。好，董事长好，各位好，哎，郝主任好，我们黑龙江的郝主任来了，刘总，郝主任好，严总，严总，哎，你好，郝主任，这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从上午就在听课，真的是像小学生一样，耳目一新，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这个董事长，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完成的，是真的是就像这个所有的这个宪法大家讲的这样，是要向世界负责，是要把世界最好的东西，各国最好的东西大家互相交流。其实我们现在呢，准备了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希望通过这个组织，通过我们这个组织，将来的话呢，有序的，我们组织出去。再把那个翻译翻译。
예, 好的，所以오늘그려해가지고우리국회이고그위대한그일운영하고있다그래서자기그뭡니까자기지금원래운영하는항목이많은항목이있으니까우리차츰차츰한항목한항목우리국제기구통해가지고모든인류에게큰공그뭡니까공공로세우게끔다운영하겠답니다아아무도많은정신을가지고계시구만요점점아니면우리지구를자유로만들려고하는데사람들이많은데개미가지구를먹으려고하는것같은데그걸훌륭한생각을가지고계십니다 네그리고아까좀얘기한거우리국제기구이래큰큰일이니까한사람매걸로못하고우리모든사람합해가지고이운영해나가면문제없답니다아맞습니다아유你这什么声音这么早呀？我直接听。这个干啥？你再说一个啊，我再说一个。在这个目前呢，在国际上，我们知道的有很多的企业，都是希望做一些公益的，还有一些的社会的。그지금그뭡니까국제상에서도많은그뭡니까어밴드그밴드입니까밴드예밴드자금그밴밴드그자금많그많이있답니다그리고녹색이런항목마이그뭡니까할수하겠다는사람있는데지금어떤방식으로투자해야되는지모른답니다그러니까우리기구이런거뭡니까녹색팬더있으면거기에다가우리같이합작해서자금많이들여서그뭡니까그녹색성시뭐녹색항목운영하겠다는사람들은많이보조하면된답니다예교육받아야됩니다교육안받고나면은전부다감옥에갑니다他说这个可以一是研究第二呢必须得经过教育经过那个基金运营的教育如果要不然的话这个进来动用那些资金以后都好多人都得就进去了都得进监狱了对所以标准绿色银行全部詐欺입니다现在我讲的是跟目前刚才你翻译的那个是两个意义不是这个我刚才怎么讲呢不是这个基金对那些基金想要进入到这个投资绿色项目里面来吗这些资金是在什么的我刚才讲的话呢是需要一个平台对不对对国际上的话呢是需要一个平台但是这个平台通过我们国内的平台它很慢但是通过刚才不是讲了吗通过国际组织这个钱不是进入到张三的
兜里边，李四的兜里边是进入到我们国际组织里边的这个机构里边。那这里边的话呢，就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用在什么地方？这个用在地方，刚才说的话呢，说没这样会培训是培训，不等于培训就懂得这个这一块的业务。但是的话呢，我们讲的完完全全的，刚才翻译过来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国际上现在呢有很多的资金，其实这些资金我们通过新加坡的基金，新加坡的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也在有序的在做这些事情，就是说这些资金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绿色组织平台上来。你翻译一下。啊。그러니까 그 아까 뭡니까 자금 막 쓰는 게 아니고 뭐 정상적으로 그 뭡니까 항목 그 뭡니까 운영할 수 있는데 우리 지금 국제기구의 이름으로 한 게 아니라 우리 국제의 그 뭡니까 펀드에 들어와서 그 다음에 우리 국제기구 항목으로 운영한 걸로 한답니다. 그러니까 네. 아까 그 뭐 예, 감옥 그런 것과 관계없이 그 돈 씻는 거 그런 것과 관계없이 네. 그런 거랍니다. 예, 그 정상적으로 들어와가지고 한 개 한 개 그 지지지 품목으로 들어와가지고 운영해서 가면 되는 거예요. 아, 네. 他说那样的话可以， 이게是资金呢，就是按照正常合法的以外，用基金嘛，就是刚才说绿色企业的项目，以这种方式进来，这然后运营的话就没有问题。 마비노. 이 지구상이 다 뭐 전부 녹색 자금이에요. 这样的话，如果正规运营的话，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金其实都是绿色基金，用好的话都是绿基金，用不好的话那就出问题。对，我说你那什么呢？你这个会下讨论，大华。这个问题会下讨论。那个谁呀？齐家村的李主席，听见了没有？ 那个你忙完了之后，您给那个全姐，那转钱。好了，董事长好，会长、陈议长好，各位议长大家下午好。太棒了！我是上海吕江雨辰，很开心，很高兴，由咱们的总部进行了这样的一次。 特质的，而且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专业性的一个培训，希望这样的培训，在日后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多出现一些啊，各位议长，因为这样的话更助于我们每位议长的专业性和对我们的国际绿色机构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和认知。好，谢谢大家，我会用心听啊，认真听，向大家学习。 谢谢. 네, 자기는 그 상해에 있는 강우성이랍니다. 그 상해에 있는 강우성이고 오늘 그 강의 이런 방식으로 하니까 하나는 뭡니까 그 자기 기분도 좋고 이후에 이런 교육 많았으면 좋겠답니다. 이래 많으면 더 많은 사람 우리 국제기구를 알 수 있고 그다음 더 잘 운영 나갈 수 있고 틀리지 않고 그러니까 이런 이후에 이런 교육 좀 많았으면 희망한답니다. 더 많이 해줬으면 희망한답니다. 아니 그런 이런 부분들을 배워서 공식적으로 하게끔 하기 위해서 이렇게 해드리는 거고, 이 교육을 하는 것은 아예 간 기후 환경을 가지고 녹색을 가지고 정직한 사람들을 발굴해서 일시키려고 하는 거예요. 그 남의 그 지적권 침해한 사람들을 많은 발굴해서 지적권 침해시키려고 한 게 아니고. 정직한 사람들을 발굴해서 우리 기구에 진짜 우리 기구 일한 사람들을 만들 찾아내서 하게끔 하려고 그런 거예요. 우리 기구를 이용해서 다른 일을 하는 사람들 말고 우리 기구를 가지고 예. 공식적으로 일한 사람 예. 이런 사람들을 발굴해서 하기 위해서 그런 사람들이 전 세계에서 영도자가 되고 세계적인 지도자가 될 수 있도록 우리가 만드는 목적이 교육입니다. 他们这个总议长说，这个咱们这个教育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呢，真就正直，然后想为这个国际组织，为国际组织、为人类做贡献的人。
为了发掘这样的人，然后做的咱们这样的一种这个教育，包括咱们这些所有的内容。他们现在有很多，你看这知识产权都叫别人抢去了，或者叫抢别人知识产权的人，用我们的国际组织名义做别的事儿，就这样的事情就不好。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就咱们这样标准的内容，然后如何运作国际组织的这个事业，是为了让更多正直的人聚在一起，确实为人类把更好的技术推广给他们，推广给世界各国，以这种目的来做的这种这个教育培训也好，作为我们国际公务员也好，他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做的。기환경같은경우에는안보인데기환경은안보여요왜냐하면모든기환경의영향에따라서농사짓는것도안보고식량도안보인데이런부분을지적권을침해하는것은안보를침해하는거나똑같으니까의장님들이필요한거고의장님들이관리를해야되고의장님들이정확하게정직하게사람들많은사람들을발굴해서교육도하고발굴돼서운영도할수있는그런분들을만들기위해서이렇게기구가이각총부가있습니다그리고총부아래많은그기관들을할수있도록이미그검찰청부터한국의검찰청그다음에법원외교부중국대사관에서다시그검증해서수사해서중국으로가가지고중국에서다시그지금여기현지에서법원공중처에서공중도하고해서다시이허가받아서지금교육하는거니까안보입니다안보니까여기절대군인교육기관에서정확하게교육을받고다시그강의강사자격증도받고해서진행했으면합니다他希望是通过这次这个培训呢，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所有的公务员所做的事情是正直，而且对世界人类有帮助的，尤其是气候环境这种东西是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些事业项目对人类都有一个破坏的作用，所以他呢想希望通过绿色项目，大力推广绿色项目，让我们学习到真正的运营方式，为给更多的人呢，就是帮助的前提，然后把我们这个国际事业。在人们的眼中啊，看起来就是绝对对地球，包括到人类都有帮助的这么一个事业来看，所以我们要挖掘这样的人，按我们标准的运营国际运营方式来进行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个什么这知识产权这个被掠夺呀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好，然后按标准的模式进行运营的话，是我们国际组织最大的。荣耀也会做得越做越大。好的，那个谢谢董事长。你跟董事长说，然后会议。董事长，会议进行完了之后，我们再讨论。在会议进行期间，有件事情公布一下，为什么刚才喊了一声吕佳宇成，让他说两句话。他是。IOWGC 爱心365慈善基金会的主席在中国一年当中2021年所做的公益事业突破了500万元人民币，我们表示欢迎。好了，现在会议正式进行。好的。好，下面内容呢是我们 IOWGC IGC 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这个联盟啊是我们国际组织上午谈到这个 IGC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企业的认证，所有企业在绿色认证成为国际绿色公司的时候必须要纳入到我们绿色企业产业联盟里面来，进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进行统一管理，
包括尤其对企业的扶持这方面呢有很多的政策。下边呢我会简单的，这不是大家手里都有资料啊，我把简单的重要的部分呢我提炼出来了，给大家做一个说明。这位呢是我们这个企业联盟的法人啊、叫严玉婷主席，也是我们产业联盟的这个创始人，也是我们的这个联盟的主席，也是法人。这是我们国际机构颁发的任命证书，在这里面呢由这个各方面的，大家看这里面职称很多啊，我在这里就不读了，因为咱们主要的目的是介绍这个联盟嘛。但是严主席是法人的，这是允许成立法人机构的许可证啊，这国际机构颁发的。咱们看一下这个企业联盟的总则。这反应有点慢。这个联盟的全称名称啊叫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联盟的性质是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是由积极投身于国际绿色技术产品服务产业，从事国际绿色技术产品服务及应用的研究开发制造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机构自愿组成非盈利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联盟的宗旨是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国际绿色技术产品服务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规划，协助政府提升产业整体的技术研发水平及制造水平，促进在中国建设完整的产业链和成熟的健康的市场，维护产业和成员单位的合法权益。联盟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联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联盟总部设在这个联盟的秘书处所在地啊，是哈尔滨祥王区长王路1069号北大荒创业创新创业大厦十楼啊。这个总部啊我也去过啊，相当的漂亮。咱们的服务宗旨啊是绿色气候专业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验证认证技术服务、学位资格证书。第二呢是绿色低碳产业项目的投资开发和运营管理。第三，绿色生态产品的销售。第四，帮助企业完成国际绿色标准绿色认证，提高企业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为企业信，第五是为企业信用评定等级。第六，为企业做破产清算和重组。第七，为企业做资产评估、财务审计、净值调查。第八，企业资产评估后如果符合标准可以进行投资合作。第九，绿色联盟可以为企业进行碳培训综合技术、人力资源管理、高新技术、供应链管理服务等。十，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为有机产品、绿色产品、安全产品及其他类别产品进行认证验证的服务。十一，可对乡镇村进行国际环保认证，达到国际环保乡村乡镇村的标准。十二，对国际联盟企业认证验证，对联盟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进行定期培训。十三，认证批准通过后，可以对企业产品进行使用国际绿色环保标识。第十四，认证通过后，可将产品销售到国际国内产品交易平台。十五，
帮助联盟企业投资、融资、上市服务。16，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营销环境和公共关系。所有商品都可使用标记 IOWGCA 认证徽章，就是带有我们认证以后的那个小绿标啊，有那个绿标的话，在各个国际上都是通用的。17，为企业商品技术服务做 IOWGCA IGC 国际绿色验证认证申请的辅导工作。18，验证认证的项目通过 IOWGCA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汽油机构线上线下平台为企业各项目做宣传和销售服务工作。19，为验证认证的项目操作进出口海外市场的服务，享受最惠国待遇，即绿色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等。20，帮扶申请帮助的绿色企业在 IOWGCA 气候环境世界绿色气候交易所平台上市，向加入 WTO 的国家、G20、G77、部落国家、贫困国家、属地等全世界130多个国家以同样的方法提供商品。21，绿色商品授予国际绿色分类代码，视为全码，把各分类代码的知识产权转换为碳排放权，成为运营绿色经济基金的方式。22，所有参与绿色企业的单位将颁发国际组织和企业联盟的证书及牌匾。加入联盟这个应办理以下的手续。一呢，经理事会成员提名啊，这理事会就是在咱们联盟里工作的人员啊，经过他们提名，提交加入联盟的下列书面资料：一、加入联盟的申请；二、申请单位的介绍材料和法人证件复印件；三、申请单位的国际绿色技术商品服务产业发展计划和已经开展的工作。第三大标题，联盟秘书处对申请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并将意见提交理事会。四、理事会讨论并作出决议。五、联盟秘书处向获得同意以缴纳相关费用的申请单位颁发成员证书。成员退出联盟应办理的如下手续：向联盟理事会提交书面退出声明，并交回成员证书。二、自提交退出声明之日30日之后退出联盟，成员退出后已缴纳的会费不予退还。三、一年内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联盟活动的，视为自动退出。成员违反联盟章程及其他制度，做出不利于联盟的行为，并在接到理事会发出书面警告60日之内，无改正行为，予以除名。成员除名后已缴纳的会费不予退还。成员被联盟除名后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加入联盟。咱们的联系方式呢，绿色气候国际认证黑龙江有限公司啊，这个开户行这些地址啊，咱们这里都有了，资料里面都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联盟啊，我们已经有部分认证过的企业都加入其中，所以今后所有企业在我们运作过程当中，所有的后续的内容，包括有扶持的这些政策啊，都是由我们联盟来进行这个运作的。所以只要带有我们国际绿色认证标识的企业啊，今后的运作管理都是由我们联盟来进行管理，这点大家有一个了解就可以啊，了解就可以。详细的内容啊，咱们手里面有资料，咱们自己再去
了解一下啊，来了解一下。下面这个内容啊，我给大家这个说明一点，我们在国内包括。